他演的是你儿子啊？对，演我戏里唯一的亲儿子。对，小伙子你挺上镜啊。是，对，你这生活中那个长得像小女孩那么美啊，怎么对呀、啊、你是上戏的是吧？是，当时让你来拍这部戏好开心吧？当然这是我参与过第一次大制作的一个证据。嗯，包括在合作这个戏之前也久仰郭导演大名，然后觉得郭导演是一个非常大的导演、嗯、如果有这一次机会合作的话特别荣幸。嗯，你在选演员的时候也会用很多的新演员，或者说有很多演员都是从你剧里走出来的吧？很多人的人生由于你改变了。那不敢、嗯、真的是每个人的人生能改变都是因为他们够努力。你能不能改变一下王维念老师的人生？我这不好改。 对王维念老师这样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男人，我只有把他送给我太太那本书想办法再送出去。今天呢我们也找了一些片段啊，因为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《娘道》这部片子，我们来把剧情呢来捋一捋啊。来，我们先看一段。哎呀妈呀，我觉得这女人也太不容易了。哎呀，太可怜了，你知道这戏里边你这得受多少心理折磨呀。